看看新闻网。那接下来呢，也是一个日本的剧组，是，而且相信大家会看到你们熟悉的面孔。向我们走来的是剧组 CUT Cut， 欢迎主演长盘贵子。她被誉为是日剧女王，曾经入围第28届日本奥斯卡最佳女主角。她的代表作有《星月童话》。Yeah, now working on the red carpet is another Japanese film crew of Cut, and of course.One and only our very familiar main actress, Hatako Kokiwa. 欢迎长盘贵子，欢迎再次来到上海。记得去年也是这个时候，长盘贵子来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，还告诉我们说他最喜欢吃的上海菜就是大闸蟹。看来他对我们中国文化也是非常的了解。是。